别想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春天必胜广播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春天必胜广播服务电话5916045591-0045。哇，时间咧过足紧诶吼，九月中阳过啊，安尼已经9月14啊吼，明仔载就9月15，我嘛足侪新鲜诶，即个圣诞咧吼。来，伫遮呢，感恩啦吼，咱诶节目受到遮呢侪啊道亲啦吼，来讲支持甲拥护，非常感恩。每双诶认真讲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讲嘛是爱讲甲大家听了有感觉，感觉讲这个道理还可以呀吼。但是你若是有足好的文章啦吼，安尼会当提供互美香对咱这心灵之声讲予正人听，那这样我也会非常非常的感恩啦吼，咱家师兄师姐啦吼。后来今日给咱安排一段好听的圣歌，也就是一位师姐打电话给我点播，伊讲足久拢无听《龙花花花香》，就觉得很喜欢听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安排这对龙华会的回乡。
哎，咱听到这段啦吼，安尼想过了久啊吼，因为要全部听完啊，12分钟啊，12分钟没关系，那咱就是听一段啊，感觉讲还不错吼，还不错。啊，讲到人嘛，人生呢，如果讲咱也样淡薄啦吼，淡薄啥？淡薄名利，今日去咱做诶代志就未足济问题啦吼。因为淡薄名利就是我们不想要去要不该要的钱，吼，迄个咱都唔免吼，啊，定定吼，咱咧吊单来啦，还是创啥来啦？淡薄名利最好。咱人就公平来，公平去，安尼就好啊。人讲自卑，绝对无咧骗，无骗的啦。但是自卑你若无骗，当然啦，咱就袂自乱咱家己的心理，袂断咱家己的生机。啊，先来讲，大家看到了很多慈悲的人，好，他做了好多的好事，但是伊无得替，吼，咱讲无讲啊，因为我做啥物啊，我就吼啊来。讲足济，互恁听，讲我已经吼功德做偌济，其实毋是安尼啦。咱人若是有做功德的人，点点啦，吼，啊若是点点啊做，点点啊做，迄种叫做自卑。伊自卑绝对无偏私的啦，吼，就是无私偏的自卑。伊嘛袂因为伊有迄个能力，吼去做的自卑，啊去砍报纸，也不会啦，吼。只是他做了太多了，人家会觉得说他做的非常让人家感动。那当然报纸会看啦吼，像咱迄位吼，咱讲卖菜，吼伊咧卖菜也是咧创啥？有一个阿嬷专门拢咧煮哦咧啥？吼伫个外口边咧煮食，无啦，迄个外口边咧上班咧，今仔食无饱，一顿便当甲你收10块钱，互你食甲饱，看咧阿嬷。讲卖厝，吼、哦，啊来煮饭，互遐所有的工人食。到尾啊嘛是有足济人呢，吼、哦，摕来斗三工，摕米的摕米啦，摕油的摕油，摕菜的摕菜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叫做迄、那个阿婆，伊用这个爱心，甲遐做工人呢，吼、哦，当作是家己的囡仔，惊伊食袂饱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有真济人笑话他，他的慈悲。啊！伊个自卑甲安怎？自卑甲真正互牵报纸。所以咱定讲吼，生意为着要做一项代志，总是有真济有心的人会来斗相共。连做医生的都会来斗相共。做医生毋是讲来斗煮饭啦，伊会甲款菜嘛会互伊吼，无够的钱换伊来斗相共。所以咱人吼，袂使讲，咱个老大人都我都做好代志啊，吼。连医生看到都唔敢对到三工啊！好、哦，那、啊、我们呢？好、哦，我们的王医师也是啊，他从台北好、哦、来到慈莲毕生宫，好、哦、上次也来捐一次，好、哦、我们的好人工建庙基金呐、啊，啊这个月啊嘛去搁看到吼、哦、咱王医师，伊嘛知影咱即马好当地做只所谓好工课收尾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他也是好、哦、来帮慈天毕生宫好、哦、建一点好、哦、功德箱，不管是多还是少，他的诚意从台北开车下来，我也觉得非常感动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人呢讲贪嗔痴啊，就是人私心，有私心的人，伊就袂去想着艰苦人；嘛无私心的人，伊会去替人安怎，伊会去替人好、哦、去无看。吼、哦，伊若无私心，伊看着艰苦，伊就会斗相共。所以讲，人呢，不要做到小恶不改大恶生呢。为什么？啊，明知影咱看着人咧创啥，你拢无无动于衷，也不会想说，啊，咱无伸一个手，无甲倒一个洗一个碗，还是洗一个菜嘛好，对无？但是人到尾啊，吼，做甲安怎成功呢？做甲人伫遐食便当呢，嘛拢知影讲，迄阿婆呢？吼、哦，摕蛋10块，你有蛋也好，无蛋也好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阿婆认真煮要互恁食好饱，互恁去做工课有力。到尾啊嘛是大家拢回到倒来斗三工，就是亲近善友啦。伊安尼做就亲近善友，啊，即个善友到尾伊嘛是以后
伊嘛是会同款的，会对这个阿婆呢，佮做同款的这种的好事，那就是很好啊，就是好的榜样。所以人讲小恶唔改的人，以后大恶绝对就会生在你的身躯啦。人讲义不行来，足骄慢的人，有的人哦，生义无啊，很骄慢的人也很多，瞧不起人家做什么好事，并不是一定要像王永庆，还是像郭台铭安尼，一届捐捐几亿，一届捐捐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人伊是一粒便当，你甲等十块伫遐就好，啊，互你食较饱，看你安怎硬安怎食。这种个才叫做真心真意，就敢那亲像啥，伊会知影讲做工课，吼，食无饱就无体力，啊，人伊，互你等十块伫遐，最主要嘛，互咱每一个人讲无迄个白食个，但是等十块，都是以后就会成为是一个啥，愈做范围就愈宽，啊，人愈讲，吼，啊，就愈济，到尾啊，伊个经费都未欠缺啦。人讲有菜会载菜，有鱼会载鱼啊，有肉会载肉，有米会载米。为什么？咱爱亲近善友，你看到了后，你嘛唔甘。那你看迄阿婆几岁啊？所以我们要亲近善友，吼、哦，咱听闻人别人咧做啥物款代志，咱嘛爱有迄种动念的心，讲啊，啊无咱上无呐，到芥菜、到茎菜、到西菜，这样也很好。从底下以人啊，学啥学做人啦、啊，入住心心，做人爱有礼貌。咱共食，虽然等十块，咱嘛是爱甲阿婆感恩，吼、哦、啊！咱有以后，咱有能力换，咱爱来回馈，换咱爱来回馈，唔是永远拢甲食迄个一粒便当十块的。咱到尾啊，若有趁钱，换咱爱阁倒转来回馈。这就是咧讲总归啦，我们在施。吼、哦，在施啥？施十方界啊，施十方界，即个众生六亲友情嘛，大家拢会当伫遮，吼、哦，食十块的便当，食甲大家足欢喜。这就是咧讲，大多有这种的人，心性会当这么宽阔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讲这个阿婆有智慧，确实伊做了，互人足懊恼。啊，有一位卖菜的这个师姐。人嘛是电视安尼，吼、哦，甲伊宣扬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伊感恩，吼、哦，拢甲钱呢，吼、哦，管理好这个学校，吼、哦，学校有欠什么的，管什么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咱人还阁是足济慈悲的人啊，慈悲的人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说气血，吼、哦，咱人讲人啊，积极啊，吼、哦，有热忱啊，啊，就是血气。哦，就会很好。哦，为什么很好？咱讲黑气无代表是啥？黑气是代表讲，一个人你啊看伊个面安尼红个红个，黑气真通顺。哦，啊，黑气真通顺，伊咧做这代志，佮有这个气力，就是表示啥？伊一心感恩呐，啊，一心做工课。啊，这个血气如沸腾不腾腾出不穷，就是咧讲，咱敢食这粒。便当，你就会感足感受的，啊，你就会去连接到啊，这菜种的人、煮的人拢是辛苦，所以你就会感动到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今日个能量是为对来，为感恩来的。啊，既然能量为感恩来，咱讲积极热忱，一个创造者能做到这样，无所事事，吼、哦，让人家非常能够，吼、哦，很欢喜心的消费，啊，消费又。随缘自在，吼、哦，放一个箍啊，底下就在你边啊，就是十箍安尼尔。说真人真修真做事的人，吼、哦，顺理行事，未造作的人，伊也无爱人讲啊，你甲我看报纸，还是你甲我讲好听话，还是你甲我娱乐，他不是这种人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今日我先来讲安尼讲，你天道无亲道理，这么多，先来讲天道无亲道理，这么足严的。虚心，吼、哦、做代志的人，起码大家都爱注意啦。你在做什么事，做错还是做对？起码上天监，吼、哦，咱讲监考官已经来啊。所以道家、仙家足济啦，百年光阴转得着过啊。吼、哦，我们要多尽，吼、哦、多尽善事，
粮油啦，就讲咱爱多千斤啦，吼多千斤，吼咱的这个吼粮油、粮食、粮油，百年光阴真紧就过啊！哦，你讲一百年，哦，咱要想要追求，反正咱想慢啊，咱想到的时间，咱已经六十多啊。有时阵讲六十多嘛，也无慢啊。吼，只要讲咱道通天地，有闲话。古人冥想劳困死啊，是安尼讲。愚人冥想，但是他劳困，吼劳困就是啥？你都无了解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啦。你若知影讲做人的道理，你就袂讲啊。虽然是百年光阴转了真紧，唔对，但是那是戆戆啊过的命的人啊，这伊就是关伫个啥？关伫你家己人生的。世代内底是安那讲，因为咱到好嘢就食肥肥，吼、哦、啊，平常时啊就享受，吼、哦，这就叫做啥？无得无为吼、哦，咱家己的这个未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咱家己的身体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好嘢人有好嘢人的生活方式，吼、哦，伊免做啊，吼、哦，啊嘛唔免创啥，都只要有钱请人就会使，这叫做愚人冥想，劳困在。你自己的，吼、哦，能讲富贵家庭，但是他没有多积一些，吼、哦，能讲多积淡薄善德啊，吼、哦，无多积一撮善德，那安尼以后，吼、哦，咱嘛是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人都是无多进阶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非通行愿大道去，心识相依啦，多自己，诸多解脱切可为啊，先来讲，咱啊。有法度自度咧，就会晓解脱。啊，若会晓解脱，若有困难的时阵，后即个所有的为啦、吼、哦、会啦、灾难啦，即个自然人就甲你徛伫个，人算讲护法就甲你斗三工，吼、哦、出离。咱人若要出离迄个艰苦啦，要出离迄个生死啦，要得到自在啦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学个会当宅心仁厚啦，善道要能够。真正的做到忠孝无缺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那无，咱定咧讲，宿生不足，福为薄啦，参世幻化，吼、哦！来到这个世间，参世就是来到这人世间啦，来到这，咱一看到啊，会看到这所有的一切，哦，咱已经看有啊，生命运行光明道，甲咱讲，咱来世间的生命，就是要来行这个光明道，要创造人生的品质会较好啦。要创造人生品质好，那一定是行道息之发善愿呐、啊，啊，种下富足福慧根。这生命运行的光明道是本来人来世间就是要行这个光明道，无必要哪有百年光阴，百年光阴才道家仙家，吼、哦，天道伊嘛是甲你讲天道母亲呐、啊，唯有吼、哦、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善的人，吼、哦、在我们的天道里面。哦、自身所做自己所当啦、啊哦，心衰成败都是自己的主宰啦、啊。不行正事，哦，因为啦会堕落在虎口。即个心性吼，落单吼、哦，是讲，可比讲咱的济公老师也好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关帝也好，吼、哦、关圣帝君啦、啊，吼、哦、也阁有，吼、哦、咱的即个八仙内底，毛真济真济，吼。哦他们都会讲，为什么会讲？要讲什么？就是要讲给咱这众生听。吼、哦，你若无了解，你是要安怎做？所以人常常一直问讲吼，爱安怎修才有高位啦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有诶有咧学修，吼、哦、啊本身就算讲灵嘛，已经拢开启啊。但是唔知影讲啊，什么叫做高位？我们要怎么修才会有果位？吼、哦，爱高位唔是困难啦吼，高位就是予真修实练的人，予做一个讲阶梯啦。啊，像咱读册同款啦，你读册，你即马拄当啊读册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幼稚园上无嘛要读三年，啊，幼稚园伊就小可会甲你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教到一百，有时啊嘛甲你教波波摸摸，但是吼、哦，幼稚园有幼稚班呢，吼、哦，啊那国小有国小班呢。国小你也读到毕业，
吼、哦，啊，就啊，佫捌字啊嘛，吼，捌字，这就是咧讲进阶。然后咱我即马读国小几年级啊，迄就是咧进阶。啊，咱的各位就是咧讲，互真修实练的，各位是互无为无靠的人，吼、哦，你要爱有，要爱有，有这个果位，你绝对袂使安怎，你袂使为这个无靠，无靠，愈家你靠，你的级数就愈悬。吼、哦，是安怎讲？爱有人，爱有人，甲你讲较简单的哦。那咸啦，吼，互伊咸甲足咸的，你也阁有法度领受的话，讲话足咸的，啊，你嘛有法度领受。这就是无畏无考的人。阁一人讲尽心了愿的人，你是一个尽心了愿的人，不管人甲你讲啥，你只要是吼，甲你的正念、正心、正意。都要甲藏伫个咧，吼、哦，咱讲十二中心内底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虾米人安怎甲你考试，安怎甲你考都考袂到，人考都考袂到，迄、那个高位是爱用安尼来，高位就是无畏的魔考，正修实练，开始做一个基础，啊，再来就是无畏的魔考，再来就是尽心了愿去做，给自己啦，好、哦、给自己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普渡奉行的人。你爱有这个啥？爱有尊重佛规，尊重道规啦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守住心愿的人，吼、哦，无为奉献的人，吼、哦，咱的德行圆满，互人道行，吼、哦，咱讲行人道的人，互伊无执无常，即个所有的人，伊拢总有高位的机会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果位是由人修的，这跟神，吼、哦。甲神无啥物关系，神是咧教育咱人，哦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？所以咱即马呐，已经大家拢学了袂歹，我们就要互相祝福哦，哦，祝福众生，哦，迎接见性理明啦，哦，啊，祝福自己也要迎接觉悟修行，嘛爱祝福咱家己啊，咱家己已经哦，有这种想法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大家做伙的话，那你本身也要迎接。我已经觉悟了，我现在正在修行，哦、祝福我自己啦。然后呢，你要祝福众生，哦、祝福众生见性理明，哎，赞！啊，祝福他们的身心呐、啊，可以平衡安宁。啊，祝福所有共修的灵修的灵性，迎接智慧的经营。哦，这就是我们要跟规个兄弟姊妹大家共同的智慧。我们祝福他的灵性，祝福他的身心，祝福他，祝福他也当迎接智慧的经营，这是足好的。啊，祝福生命迎接圆满，好，过来就是啥？接受当下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好，迎接温馨的和平。过来就是啥？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宇宙能量跟你同频的时候。也能够看到一道非常大的曙光啊，就是你看到的光明。咱会当吼实践啊吼，能够明理实践吼，咱闭眼都看会到啊。所以咱嘛爱祝福咱家己，祝福咱家己讲，咱看会到，吼看会到闭眼的对啊。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目标，找到一个目的，吼，就是讲。祝福咱所有孙兄师姐，一旦看破红尘啦，早早就好修行啦。因为即马三机物较高啊，吼。那祝福世界啦，能无纷争啦，吼，一旦安尼温馨和平啦，卖咧聊聊讲咧台湾甲咧围一连安尼，吼，互你感觉呢有一点点啊怪怪惊惊吼。到底遐尼济军舰，甲咱台湾头甲台湾尾都无外跨，哎，用三十几台安尼甲你，吼，互你安尼感觉讲怪。怪怪，到底是咩？到底是真的还是咧吓的？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那种感觉啦，吼。所以咱嘛要祝福咱的灵性会当日月光明，哦，啊，祝福咱的身心能平衡、健康、宽容，哦，这就是修行嘛，是爱有这种的规矩啦，爱有这种的规律，哦，这种规矩最主要就是甲咱讲咱家己啦。不管什么样，都是要先把自己稳定好。这才是咱哪修，你会感觉讲心宽
再来就是和谐，那大家就没有彼此的问题了哈。来，咱今麦来换播上一段歌啦哈。这个歌呢哈，比较的哈，啊，咱有咱的师兄姐啦哈，拢喜欢听，啊，听什么就是数天数啦哈。啊，今麦呢，咱安排这段数天数，听起来也会觉得有一点点伤感，但是很有感情啊哈。来上哦。惠美师姐，伊给咱家所有爱听这个数天数的同道，一起来分享啊！哈，数天数哈。慈莲毕生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啊，咱即马已经开始咧接受报名，就是咱即届哦，这个小龙年过年了，小龙年的咱的这个哈。拜道吼科技啦吼，拜道科技。数天数，数天数，一年365，忙忙斤计较又何苦？数天数，数天数，十年3650。吵吵闹闹，伤筋动骨，退后一步多幸福。数天数，数天数，百年36500。何必等到不能动了，才去珍惜每一步？你去数一数，你去想一想，你能活到多少数？恩恩和怨怨，是是与非非，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？人生苦又短，人间情更长，哪有功夫论断肠？这个数天数很好听啊，吼，真好听。咱讲花花世界啦，红尘世间，花花世界
红尘的世间啦吼，讲万事万物以及万象充斥其间啦吼，啊就在讲哦，咱即马咧啊，真敢若万花筒同款的景象，千变万化，使咱人啊头昏脑胀，迷失了方向，会无会哦？即吼有时阵啊，咱拜二啦吼。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常常会办到的，吼、哦，有一些问题，这甲咱实实在过，这甲天主因果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假说我这这个安排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到底现在的孩子是在搞什么飞机啦，吼、哦，为什么拢有法度好甲是大人不干呢？好、哦，头家呢，一粒两粒种，即马即种的吼。哦咱即马新闻嘛是讲，啊，伊摕伊去共拐几啊十亿哦，啊，转来台湾咯、哦，开几啊间店，结果开到尾啊，哇，嘛是走路，为啥物？迄个这钱都无应该伊下，是安讲？无即马是安那讲啥物？啥物比特币？啥物？啥物币？啥物币？遐你哪有敢会去算个？遐拢差不多啊啦，都差不多，都已经被人家拿得走，吼、哦，人去看外开啦。啊，咱的艰苦痛啊，现在就是这样子啊。但是这种人有这么多人用安尼讲骗哦，这是咱今麦人，今麦这世，今麦这世就差不多要清算啊，对哇？末劫时期啦，你啊看今麦迄个飓风惊死人啊，爱来就来，爱来就来。今麦末法时，既然是末法的末法时期啦，这个末法，因为咱今麦人。要轮流转世，要搁投胎，真正大家拢甘愿安怎？有娶某，无爱生囡仔，甘愿要来饲狗、饲猫。即马狗啊、甲猫的出生率比咱人生的囡仔还搁用要搁较济。吼，啊，即马百货公司内底面改插一挂吼，拢总是囡，迄毋是囡仔衫哦，是迄猫在穿的，狗啊在穿的，嘛有穿西装呢，大项都有，鞋啊嘛有。吼、哦，所有食诶物件拢是比咱人绝对有较好，迄入去凊彩买都爱几啊万。啊，狗啊本身吼、哦，无健保诶吼，无健保诶吼，猫啊本身也无健保诶吼，凊彩去开都开万外块啊，吼、哦，没有健保。啊，为什么人会变到吼、哦、不愿意生小孩，也不愿意给国家留淡薄啊命？无人就无即、這个。无这个咩，你要哪有法度留下来？第一，人家庭囡仔呐有娶，但是无爱生的话，这个家庭到这咩就到这尔。啊，咱的国家嘛是咩嘛到这尔，是安那讲？都无人要搁生，啊，无咱若战争，敢要去叫迄条外劳来战争吗？哦，去外国，吼、哦，去甲看要爱几十万啊，几百万去外国去叫过来。叫过来战争嘛，无可能啊，对不？因为无人啊，啊，大家拢软腰腰啊，大家拢白涩涩啊。你看即卖囡仔，大家拢惊曝日啊，拢爱白疏疏啊。若讲到牙青，敢牙赢？我就感觉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人若正讲是海军陆战队的人，伊咧算有伫训练，细汉人伊就去国家训练，吼、哦、啊，对为迄、那个。国中人就开始就入去啊，那迄种诶，这当然这对咱来讲，咱对有自信啦。但是咱那后摆讲要抽兵啊，讲啊恁诶囡仔啊来做兵，根本来做四个月尔，你要叫伊安那，就很难。所以咱即卖咧讲，天时必经三机末劫，拢咧吹头啊，包括啥？包括咱囡仔要甲生，结果。啊，想讲卖啊，废弃啊，无卖生好，甲摕掉，甲摕掉，囡仔即卖吵。你若有婴灵，为什么腰酸骨痛？会婴灵，你会感觉安尼也毋是，安尼也毋是。去照核磁共振也无病，啥物拢无病，就是规身躯艰苦了了。就是应该爱来出世，要来传宗接代，你怎啊甲摕掉？你即卖甲摕掉，毋是干那即个囡仔灵会甲你。会甲你修理尔，包括恁的大家官，也是包括恁的阿公阿嬷，嘛会甲你修理。为虾米？这应该爱敢传后事的，你竟然甲提掉，连阿公阿嬷都会甲你安怎？会甲你创治？
包括你这个英灵，伊都完啊同款，无通让你遐好过。所以讲肉体啦，今日咱因为因果定律拢有嘛，人都是世间爱一定爱有人人传人，所以因为咱的轮回转世投胎，为着要互咱人的灵命，吼，会当有机会顺着因果定律的法则，吼，转来到这个人世间，这个肉体修行。嘛是会当以后，反正咱会当栽培足侪新鲜，嘛当栽培足侪老人。只要伊照这个肉体来修行，照这个肉体来出世，伊累世来到遮，最主要你要行功立德的，我你甲提掉伊啊。吼、哦，咱的业力在修补，我都修补啊。咱即卖业力的债务，我都修补，修袂断。肉体生命终点。也就是要灵命转化啊！你知吗？咱这个肉体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，就算终点嘛。但是伊有生命转世啊、哦，伊的灵命有来转世，吼、哦，伊迎向一个新的生命起点，吼、哦。无较早咱有八仙，吼、哦，有这所谓仙人，迄不是老母生的吗？是啊，伊嘛是有家庭，有老母生啊。所以，但是咱伊对上天，吼、哦，降落来到这个。蓬莱仙岛也是降落到这人间世界，伊迎向另外一条新生命起点，伊就是要来创啥？伊的灵性的修为，它蕴蓄的能量必须要影响一些，就是好的，无人真来做将官，人头够好的，谁来当去做官？吼、哦，会当去创啥？每一个人，咱的灵性拢会当影响咱这段生命主因啦。因为因果定论嘛，是咱所谓的四生六道轮回内底面，不管讲你是啥物款的精灵啦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拢是有生命的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新生命的起点，它也是有灵性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马话，咱的祖先会紧张，为啥物？囡仔要信教的，伊归于信教，拢免加香，嘛免拜拜，也、啊、好，即马囡仔去信教。灵感含囡仔，伊就判断佮生育下一代，那这个讲嘛就到这为止啊。吼、哦，这嘛是因，你无看讲坐伫遐个讲嘛，伊就袂反应哦。较早个人来讲生着查甫好，安尼顶家请下家娘，较紧个摕麦油饭来互食，哦，阮生后生。啊，即嘛毋是哦，即嘛拢无遗憾哦，一点仔遗憾都无哦。所以讲人类伫这个世间啦，吼。轮回一定世间，吼、哦，已经是到了清净无瑕的本性啊，应该是今啊这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应该爱有法度好练个清净无瑕的本性。但是咱有通食有通穿，要讲起来，今啊的囡仔甲较早几十年前的囡仔，迄差天甲地，食牛奶包药煮啊，较早敢有牛奶？无呢？吼、哦，无食暗梅啊糕咧，吼、哦、啊包啥？包饺子啊是包人啊衫裤破的迄种个，吼、哦、啊是讲，吼、哦、有去共捡一挂旧衫裤，安尼包的呢？咱即阵毋是拢包迄个美国的，包迄个日本的。你看他现在的孩子出生多高贵啊！衫裤啊穿好，食好，牛奶嘛用好，当然都好。那现在我们出现在这个时代的。咱即马显现出命运的厄福啊！人伫咧这个所在，处在共一个空间啦，吼，共一个地球，为着要求生存啦，吼，咱有足侪问题会伫咧这个所在发生啦，吼。啊，即马尼巴论啊，是甲倒一个国个咱免管啦，但是为着即马要安怎去说法，吼，咱即马人，你无法度讲哦。用什么款的方法，让咱即马的囡仔会像较早安尼？吼、哦，人讲娶新妇会甲咱洗碗，会甲咱倒款内底。即马新妇袂啦，嘿，我都要来上班啊！啊好，等下则着是大人煮，互你食煮便便。吼、哦，啊，我都爱来创啥？啊，囡仔你甲我带好。啊，即马就大家做第二摆啊！大家本来就囡仔是大汉啊，甲娶某生囝，啊，即马囡仔两个拢去食头路。啊，即马都换伊爱带囡仔，换伊爱款内底，换伊爱煮三顿，吼、哦，大家还阁做两届，大家还做两届新妇，你甲看，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
哦，你要他生，你必须要给他带囡仔，你必须要做。哦，迄不要紧，问题是现在人礼拜四也带人去佚佗啊啦。哦，人囡仔带来去佚佗啊，是大人感觉嘛爱顾厝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，咱无法度讲自律有理性啦。咱人呢无法度有理性。人神志不清，难以自律有理性的，就是叫做啥？咱即卖人好啥？爱佚佗啦，爱佚佗。但是无管你是四大人，吼、哦，四大人拢是爱阁甲你带囡仔，爱阁甲你顾囡仔，吼、哦。啊，恁去佚佗做恁去，啊，恁回来做恁回来，安尼啊，四大人就规工拢爱顾伫咧厝诶，吼、哦。四大人嘛无啥物机会好处理啦，吼、哦。人类伫咧咱即个顶境内底啦，吼、哦，元神会误入诶。误落的原因就是啥？咱被蒙蔽了啦，因为咱无要看遐所有历史啦，看遐古早的这吼，咱讲十八哦，内底有这个吼啊，二十四孝啦吼，二十四孝吼，啊也够吼啊，什么款的诶，这个咱古早人讲落来这，你未去甲看，吼、哦，咱即马未去甲看，所以咱经历足侪这种吼啊，咱讲风波啦，我们现在要。历练到什么程度？哦，都是咱的，咱即马社会有足侪污染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即个囡仔，哈、哦，污染着唔对的啦，哈、哦，有诶囡仔你看食毒食到规身躯，那规身躯拢捕人啦、猎啊呢，足侪啦。我们现在无法彻底去觉照出说人性有公平啊，无公平啦，吼、哦，自我相而生，而轮回在吼、哦、咱寂寞的深处。到即马，咱还阁未晓觉醒呢，还阁未呢。花花这个世界，咱要讲花花世界红尘凡间的世境呢，万事万物啊，万象，即马所看到，则敢若那万花筒同款，千变万化。即使是人呐、啊，昏了头，迷失了方向，你嘛爱会知影讲，唔通未记哩。咱还阁有咱的祖先辈母，吼、哦，咱还阁有未来爱传宗接代。经常忘了自己来到人世间，所谓何事？你是来世间要创啥？吼、哦，人世、畜世，迷失去啊，还是讲咱无法度觉悟？吼、哦，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啊，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，咱应该爱担当的代志啊。为什么在这个红尘俗世内底面迷乱？吼、哦，光明磊落的大家买，但是呐，讲到吼，咱讲未来要怎去了解生死的本源啊？大家拢无管呐，啊，迄插插去啊。该安怎就安怎，就因为误了一生，最后啦，魂归阴间，轮回于四生六道。实在讲嘛，是足可怜可悲啦。但是人即卖人，你安怎甲讲嘛无效。大自然的因果定律的法则啦，人用心修持自性啦，但是业有业债无有啊。吼、哦，咱即卖在清啥？即卖在清算因果。哦，啊，甲开始对这个轮回、这个业债，你若无清无楚，这个因果随着因缘继续甲你生死循环呐、啊，同款呐。这世人无行，后世人阁爱行；啊，这世人所结着因果，后世人嘛是同款阁结啦。所以咱即马有限的生命当中哦，唔通讲人甲帮咧，咱爱照家体以修成真呐、啊。啊，就是讲，咱有这个家体。上无啦，咱人爱做较善嘞，吼、哦，对爸母也较好嘞，吼、哦，对家己的母囝爱较尽责任嘞，吼、哦，依循我们的道德，吼、哦，要上无要够，人爱有一个良知啊，你有道德嘛，爱有良知，所以咱即马原本咱需要是需要去吼、哦、返本机缘的时，吼、哦、返本还原的时阵，你唔只有法度去找到，讲人世间真正圆满就是安尼。人为万物之灵长啦，吼、哦，咱感恩天地啦，感恩道，但是咱无人足认真要去甲相信这啦，所以讲寻本源之处，用心迈进，吼、哦，不然呐、啊，有时候有一天也会后悔啦。就咱即嘛无处，人讲无处可归啦，吼、哦，而难归本。有知故乡啦，哈，咱找袂到咱家己，吼，咱足想要去的所在，咱要讲找到归本，吼，会当返去的所在，真正足难的啦。不然呢，我们
终究啦吼，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。伫这个娑婆世界嘛是同款，伫遐咧安怎？伫遐咧默默修啦，啊，一届过一届嘛是伫遐咧默默修啦。啊，迄个默默修咧嘛是无在掉，无在了去突破啦，哈，没办法去突破啦吼。所以咱定讲吼，信徒去道观也好啦，吼，啊来拜拜也好啦，来供也好啦，吼，拢讲同款的。老祖讲的也是同款，吼，咱即马目前所有西方的神明啦，吼，咱今日咱厝内底嘛有啦，嘛是有咧拜，吼，拜神明、拜祖先。啊，如果说再有一段时间啦，唔免到二十年啦，吼，唔免到二十年，即马囡仔拢大公务啦，吼，老大人若肉体较老的时阵吼，要爬去二楼、爬去三楼拢无可能的时阵啦，公妈也是着安怎找一个真好的环堂。吼、哦，互因有一个真好的环堂，伫迄个所在咧听经闻法啦，有一个好所在啦吼。吼、哦，最近嘛是有真济吼，对于南部也好啦，北部也好，来慈天毕生宫咧吼，来看咱弘道厅吼，顶悬吼，咱有设这个环堂。哦，伊去咧看讲，哎哟，那会这么啊？吼、哦，这么啊庄严呐？哦，那会这么庄严？啊，佫足清幽诶，那会这么好安尼？伊。我讲啊，你看看咧，还是你看要创啥？因为我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我想伊叫我带去你看。我讲吼，啊，你太要叫我带你来看幻灯，讲我要来看看咧。我知影我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我家己有心理准备，我家己阿伯吼，就是要甲公妈请来吃啊，所以我先看卖啊咧。吼，啊，所以讲，伊是来咧先看啥？伊家己嘛知啊，伊讲伊个囡仔唔错，吼，啊，即到这我就知影。哦，啊，囡仔安怎甲讲，伊都是无要娶，无要结婚。安尼，我这个公妈只有，就是来慈天毕生宫的华严堂。我感觉讲，伫个遮有母娘，有道祖，有三九叩天尊，有咱的妈祖婆。哦，恁这个所在足清幽的。哦，我甲公妈寄伫个遮，我就足安心的。以后啦，吼、哦，以后可以伫这个所在了，那修行修炼，安尼我就足安心的。哦，这嘛是。为什么六方天上圣庙，伊会讲，迄要咱的这个西边这栋一定爱用华严堂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公妈是一姓一姓的公妈，就是规姓的公妈，咱来咱是无共人，搁再讲啊，公妈你这爱烧掉，啊，我该用一块较细地，唔是安尼哦，咱这是规姓公妈来，规姓公妈拆起哩，安尼叫做顺中对愿。啊！拜咱的囡仔要当来找祖先，唔得找有，吼、哦、顺众随缘。咱规省的公妈，吼、哦、都、就是安尼个拆起哩，庄严，吼、哦、佫殊胜。啊！拜咱未来诶子孙啊，若讲还佫有子孙啊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就带公务，啊，就要来甲带，要带慈天毕生宫的华严堂。安、啊、尼你当来看，你嘛会看到你的祖先的公妈，啊，你光足庄严的，啊，你看到你嘛欢喜。你会欢喜，就是因为内底咱会整理啦，过来初十五嘛是同款，拢爱有回过啦，吼、哦、啊平常时吼、哦、咱都会敬香，吼、哦、啊二十四点钟拢有香啦，拢有互因香烟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母娘甲咱讲，圣庙甲咱讲未来啦，未来的趋势啦，老大人无法度讲爬起你到外悬啦，吼、哦、啊囡仔拢出外去啊，这个公妈到尾也必须嘛爱有人拜啦。啊，有人拜就正人拜啊，啊正人拜，啊正人拜都较闹热的，都敢那大社区同款都较闹热的。吼，安尼一省一省伫内底面，安尼你看到你会感觉足欢喜的。吼、哦，咱伫个厝内底孤孤单单，含伊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是伫个遮都唔是啊，遮不管是就足闹热。有他听经，吼、哦，啊嘛有他人定定来咧拜拜，吼、哦，咪安尼闹热闹热嘛袂歹。啊，佮内底环境非常的好，吼、哦！今日其实来讲伊到遮来，因为有真侪孙阿姐讲，啊，恁了有反堂，恁嘛爱共讲一下，阮则通我来看。啊，即马安尼甲恁讲吼，啊，另工你就会再来看，看现场的，你才知影讲哦，慈天毕生宫反堂很肃穆庄严呐，非常好。啊，嘛爱感恩母娘，嘛爱感恩道祖，嘛爱感恩咱的天上圣庙，伊叫咱设安尼，会予咱敢若袂做咱兜共款呐。同是在一个家庭同款，互你看起来，你会感觉很舒爽啦吼。啊，今日就是时间差不多啦，等无几分钟哦。啊，梅香嘛，
甲咱介绍着吼，咱慈莲比圣讲的华严堂啦吼。佫一人就是咧讲，即个拜道吼，咱啊已经吼伫两年有拜道，啊咱要佫继续拜道，咱就直接吼先敲电话甲会计讲，讲我要延续，吼我要延续，啊就是明年个，我嘛是同款要安尼，你来爱甲讲一下。吼、哦，伊才会甲你登记起来吼、哦，啊，敲电话甲讲者，啊，我都有安，啊，我明年嘛要照安尼，叫照旧安尼安就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新的同学，然后咱若是要安到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是一定爱甲咱的这个啊，出生年月日啦、地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刀绣是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用传真机传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老人带个电话啦，吼、哦，电话，阮都会甲你回电话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咱的道场道科伫咱这个二楼吼，啊，咱的母娘吼，啊，加咱的道诺元君吼，伊的这个道场吼与众不同，非常的温馨，你看你就知。吼，但是咱的道呢，才880道呢，无济啦吼，所以伫只甲咱报告。啊，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啦吼。虽然毕生讲的香品、香油、款素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莲灯、虫草羊、虫草丸、山高宝、金盖绿凤椒、瑶膏、荷丽梅。或者是讲啊，咱有咧用诶吼，三罐500块诶火焰霜啦吼，啊是讲咱都平常时吼，啊都要甲健步灵吼，啊是甲加减啊食吼，啊都有咱诶吼，真好眠哦，咱来稳定吼，咱暗时也较好困吼，啊，咱诶头壳嘛较袂退化吼，啊咱也是吼牛樟芝，迄大家拢捌食过，拢袂歹啦吼。啊，印加果油呢？吼，印加果油，金刚师姐吼，一届来买两组拄好12罐啦吼。伊讲我食了足好用诶，吼，印加果油哦有够好用，所以呢，伊一届买2组，吼，啊嘛吼，啊皆用着咱诶金盖绿蜂胶牙膏啦吼，真的非常感恩啦吼。因为时间长3分钟啦，啊，没想到毋知要为着讲，但讲3分钟根本就讲袂，意思来讲，3分钟以上，吼、哦，无法度讲到啥物啦，吼。但是咱讲吼，人若要转运气吼，最主要是啥？改变啦，改变咱的性地较要紧。先来讲改变性地较要紧，生活本来就是啊，运输吼，这公司常常都安尼甲伊讲，人脾气毛病若无改掉吼，有足济问题，拢是因为起性地会甲某吼聊聊讲啊，无咱来切切吼。迄那掠工起来的时阵话切切，啊那无掠工的时阵是好甲要害。所以讲吼，人爱是学啥？学调伏，学调伏。内心不安的时候需要调伏，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吼、哦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人讲内心不安的时阵，你都爱调伏。吼、哦，要人甲人吼、哦、会做伙，就是爱有法度放下心担啦。过来就是调伏身心啦。那咧掠工的时阵吼。小可喘一下大气的吼，反省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生气？干嘛要生气？啊，生气了，我们的家庭会吼、哦、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啊，那卖生气，笑笑安尼吼，这个代志就过啊。所以用笑的解决问题，吼、哦，不是用生气的解决问题。伊在咧讲啥，你甲笑笑啊，微微啊笑，微微啊笑，吼、哦，该笑伊就讲你咧笑啥？啊，笑讲你哪在发性地啊？安尼，该讲安尼就好啊。时间已经到了，在这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